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54页，倒数第四行，记录跟注解完全相同啊。世尊，称其本性。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故名称性。性是自性，是本性啊。中国古人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把这一句话写在同盟教科书第一句啊，《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叹。啊，是太好了，太圆满了，没有一丝好的缺陷。啊，佛经上所说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称之为自信。自信能生万法，它是万法的本体，一切法都不能离开它，包括虚空，如果离开它，虚空也不存在。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电视的屏幕，一切画面的载体，如果没有屏幕，一切画面都不能出现啊。这个画面呢，好比是自性，所变现出来的啊，能变现的是自性的本体，本体什么也不是。在经中叫它做常寂光，
啊，本体就是自性，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所以我们的六根缘不到。啊，它要是物质现象，我们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可以缘到。要是精神现象，我们的思想能够想得到。啊，它什么都是。它在我们面前，我们茫然无知，完全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它现的相，能生的万法，我们很具体的见到了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科学家把它分为三大类。佛教化众生也是分三大类。啊，佛教它说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业相、自然现象、转向就是念头、精神现象。第三个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名称不一样，说的都是一桩事情。啊，如来的大乘教全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和盘托出。我们接待客人连盘子都端出来了，这就是什么？我通通托出了，没有保留的。啊，毫无保留，这叫和盘托出。如来亲证的是什么样子？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啊，没有保留，所以叫称心即谈。啊，一切含灵是众生，含灵。灵是智慧，啊，灵是感触，那就是智，现象里面的动物，啊，动物有明显的感觉，植物有没有？有，矿物有没有？也有。啊，真的植物里头有树神，有花神，有草木神，一点都不假。矿物里头有，有山神，有土地神，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特别是华严经给我们说的非常仔细，非常清楚。啊，皆因此而得度。因此净宗法门幸运持名，因这个法门，因这个法而得度。这个得度就是了脱生死，超越十法界，
回归自性。啊，从自性流露出来，最后还归自性。啊，中国人所说的落叶归根，这一句话的意味深长啊，深广，没有边际。啊，所以这一部经，这一句佛号，实实在在是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峰是山峰，顶级，再没有比他高的了。啊，这一部经是诸佛如来称心中登峰造极之谈，信愿持名是诸佛如来称心中登峰造极之教。啊，所以说称心极谈呢，这是判定这一部经在一切经里面它是什么样的地位。完全为我们显示出来了，我们这些同修有福啊，在一切经里面你怎么会遇到这一步啊，好像你中了特奖一样啊。第一奖啊，不是第二第三的。如果能够掌握住这一生，决定做佛去了，啊，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一段，就知道自己有份。啊，下面给我们讲的三根普被甚凡其手啊，车上则如普贤文殊上法院求生极乐啊，我是在学化缘看到这段经文，对经中真正升起信仰，真正升起求愿往生的念头。撤下呢，则无力失握，临终得遇善友，教一念佛，十念成功啊，一生必果。上至文殊普贤，下到无逆施沃，包括我在其中啊，我不在其外啊。这些人都能往生，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我们看看黄念老的注解。
他说众生根器千差万别了。世尊，故说八万四千法门，广应群集。八万四千不多，所以这不是数目字，数目字很有限啊，代表什么呢？代表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是这个意思，是表法的啊。众生根系千差万别，不止八万四千呢。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办法广应群起，所以八万是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这就能讲通了啊。华严用实表无量，弥陀经用起代表无量啊，都不是数目字。华严圆教专解上上根人，我初接触佛教，方东美先生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他告诉我，《华严经》是圆满的哲学概论。内容包括全部的佛教啊，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全在其中一法不漏专解上上根人能不能三根普被呢？如果不能是三根普被，那华严的价值就有限了啊，真的他三根普被何以见得？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不就圆满了吗？普贤菩萨用什么道归极乐？用一句佛号何以见得。我们看到吉祥云比丘五十三参第一个参，第一个善知识，他修的是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五十三参第一参，第一是什么意思？叫先入为主啊，主修的经典
一定是摆在第一，摆在最后。果然如是，五十三参第一是念佛求生净土，最后第五十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看一头一尾不就清楚了吗？啊，我们再往下看，智慧如舍利弗，世尊学生当中，舍利弗智慧第一，神通目犍连第一，啊，是于佛声闻弟子中啊，均称第一了。但在华严会上，如蟒如龙，况是下愚痴者，古云下根绝分呐、啊，下根没分呐、啊。啊，佛对下根的人不讲华严。华严对上上根人说的，但是佛也没有把下下根人放弃啊。讲无量寿经那是普度，无论什么根基全包括在其中啊。至于小时助教乃借全小之己啊，华严无教小时中等愿啊，前面这两种啊，小教实教好比是小学啊，佛办大学办研究所，同时也办了小学啊。那么这是戒全小之己，全是方便说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对上根呢，则有较浅己身之时，所以不引起啊，这说得很清楚了，为本心之持名念佛法门，甚凡其手立顿习辟啊。佛说这部经，这部经说过很多遍，不是一遍啊。所以在当时集结经藏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版本流传到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梅光系老居士序文里头介绍的很清楚多次宣说了，说明它不是普通的经典。普通一般经典包括华严法华，佛只说一次，没有说第二次啊，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说，这是佛度众生的心太切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如来的本怀，他的本愿是要度尽一切众生，帮助众生圆满成佛，这佛的本怀啊，必须要有一个法门，一切不同的根性啊，千差万别的根性，通通得度，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心愿之名。车上则如普贤文殊上发愿求生极乐，那文殊菩萨的记子记录在此地，愿我，这个我是文殊菩萨自称，灵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再看文殊菩萨的偈，几乎是相同的，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两位大菩萨愿文的意思完全相同。第二句我们要特别留意，普贤说尽除一切诸障碍，文殊说灭除诸障碍，他们的障碍灭除尽了，我们的障碍有，那么我们要求求往生，一定要修菩萨，把障碍放下。啊，障碍是什么？烦恼习气。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佛把它分成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又告诉我们这三大烦恼无明障自性，不能见性。尘沙障智慧，见思烦恼，
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见思烦恼断了，轮回就没有了。轮回是假的，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你有见思烦恼。为什么会有四圣法界？因为你有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四圣法界，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六道轮回。啊，见思断掉了，六道没有了；无明破了，十法界没有了。啊，十法界没有了，什么出现了？十报图出现了。啊，十报图是自性变的，无明虽然破掉，还有无明习气。啊，四十一品，无明习气统统断尽，恭喜你，回归自性了。啊，回归自性，就是正得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果位，真正的无上菩提。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些烦恼能破吗？能。净宗有非常巧妙的方法。啊，换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没有。啊，只有净宗有。为什么？净宗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所以你能成就。这个方法很简单，信愿持名四个字。你对于这部经典真正相信，经典里所说的道理明白了，经典你所说的方法通达了，啊，你老老实实照这个去做，一生决定成功。啊，我们看到南洋来佛寺这三个人，啊，这一个光碟上看到用这个方法圆满成就了，这三个顺序，第一个海清法师，第二个海贤法师的母亲，第三个海贤法师本人。啊，这三个人恰恰好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啊，他
他们居住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老实人，都是听话的人，都是真干的人。啊，他怎么能成功的？就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真干。那我们想一想，这六个字我们有没有？他们真相信的，海鲜老法师在十八岁的时候得一场重病，腿上长了个毒疮，几乎把命送掉。母亲到处去求医，去找药，结果通通无效。虽然他很年轻，十八岁，他觉悟了。妙药难医冤孽病啊，明白这个道理了，于是放弃医疗，不要再找医生，也不要找药了。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有信心，他没有怀疑。真的一切放下，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心专念，念了一个多月，腿上的毒疮果然不药而愈，好了。从此之后，愈相信观音菩萨。经典上佛菩萨所说的全是真话，决定没有妄语，不欺骗人的。只要你真诚相信了，你就会得利益。那么他亲自做出来给我们看，念了一个多月，疮就好了。早年间，东北刘素云居士得的红斑狼疮，这种毒疮，北方有，我们南方没见过，比癌症还严重。那是要命的病啊。刘素云居士修佛了，没把病放在心上，心上只有佛号，只有无量寿经，他是夜门深入，长时熏修。这部无量寿经，他找到我早年所讲的一套观点，大概100多个小时。
他每天听一片，一片是一小时，但这一小时听十遍。换一句话说，每一天听经听十遍，十遍就是一个小时重复十遍，长时熏修。一天一片，一部听完之后，从头再听，听了十年，我相信他得念佛三昧。虽没有彻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相信有大悟。所以他有许多没有学过的经典，他能讲，讲得不错。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悟处，说明他得三昧。三昧前身也是千差万别。不得三昧不会生智慧。人生智慧，无论看生疏东西，没有看过的东西，一看就明白。中国古人讲的，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经典说的这个意思，你自然明白了。所以障碍我们要远离。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尽量的不执着。尽量不要分别。为什么？分别执着是严重的障碍。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了；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了。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证得的，小乘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修什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言行，观念最重要。观念正确了，言行自然就正。不会有偏斜。那么经论确确实实帮助我们修正行为的标准呢。我们起心动念跟佛讲的相不相应？相应的，正知正见。你的三意、身口意是正心。如果与经教相违背了，那是邪知邪见。言行就错误了。
一定要以经教为标准。这个经上经律论统统具足啊，依照这一部经修行够了。在现在这个时代，知识爆炸，错误的观念行为比比皆是啊，以正知正见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初学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那怎么办？由无量寿经就行了啊，无量寿经就是标准。这部经上主张的持戒念佛，32品到37品是戒律，详细说明无戒是善。讲得很详细 啊，我们从起心动念不犯无戒是善，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啊，那个善是有标准的，不是随便说的。啊，用这个善心来念佛，决定的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处落实无戒是善啊，落实三福六和，这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往生就没有障碍了啊！我说的戒律很简单，净宗学会的同学，我们在一起共修，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戒律必须遵守，敬业三福必须遵守，无戒是善啊，六合六度普贤十愿够了，不用再多了啊，这几条我们通通只能做到了，决定得胜啊！为什么呢？障碍除掉了吗？我们也像菩萨一样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
生在极乐世界。啊，又如本心云，世尊在这部经上告诉我们，啊，此世界娑婆世界，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有多大呢？10万个银河系，啊，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啊，1000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1000乘1000再乘1000，10万。这10万个大信息，是一尊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的处所。这个处所不是真的，经上有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随现象是梦幻泡影，不是人的。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这些东西是烦恼，是情执。你要不肯放下，离不开六道轮回。念佛也不行，放下才能往生，不放下不能生净土。换一句话说，想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一点都不难。佛会反过来问你：你能放下吗？能放下，条件就具足了。啊，麻烦的是，我们真放不下了。在家学佛的同学，家庭眷属能放下吗？执着情摆在第一，情执啊，放不下的人怎么办？诵经，这不行，果然下定决心，我从今天开始，我每天读，能够读上10年，你的功德就成就了。啊，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你不会再娑婆世界了。
啊，下面本经，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德本，当生彼国。无量寿经上讲的，啊，佛当年在讲无量寿经这个大会场里面，众生听了没有反对，听得生欢喜心，虽然不能够往生，啊，修得也还不错，这一生大义收获了，来生后世再来。这个要大福德大因缘，为什么呢？没有福报你来不了这个世界，没有因缘生到这个世间来，没有机会让你看到无量寿经。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道理就在此地。我们看到这段经文。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植种德本，植好比种植啊，种植的德本，德本是什么？那这就是什么是道德的根本？道德从哪来的？我们可以不谈过去，现在从哪来？现在从昨天来的，昨天从哪来？昨天从前天来的，这说得很粗啊！要如佛经上讲真实语，不骗人。那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就在眼前，就在当下。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在自信的范围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大小。如来确确实实生在这种世界啊，这种世界叫十宝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华藏世界。那是性现的，
不是阿赖耶种子出生的，显现的。极乐世界里面的佛菩萨，个个都是发心身，真正发心，就有感应了。我们要掌握住啊，不能让它空过啊！啊，方方面面的多看，多想想，极乐世界真有，六道轮回真有，啊，恶鬼地狱畜生真有，决定不是假的。我们在这个世间时间不长，活一百岁也见一弹指。啊，我今年88岁，回想过去80年前，就像在昨天一样。啊，80年前我7、8岁了。祭祀了啊！那个时候，农村，我生活在农村，啊，生长在农村。农村里面的状况都还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社会也动乱，但是我们那个小区，啊。那个小乡镇里面是太平，算是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啊，8年抗战战争，日本人没到我们那个地方。大概距离我们那个地方将近100里这样子，啊，中国华里大概有50公里这样子，日本人我们那块日本人没到过，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一定要把机会掌握住。我们决定有指望往生。我们虽然做很多不善，无逆十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现在忏悔还来得及。啊，这个地方教我们。要除障碍，要集中德本，那就是断恶修善。什么是恶？为自己都是恶。为什么这样说？为自己，你很爱这个地方，爱你的身，爱你的家，啊，爱这个地区，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就是我了。那怎么办呢？不要想自己，想别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没有自己。这真正能消业障，真正能积福德，啊，
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有大利了。啊，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一生，他20岁出家，师父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112岁往生，他念了92年，除一句佛号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真正叫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晚年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肯说。啊，来福寺周边这些居民都知道老和尚有神通，老和尚没有现神通，但是乡下人生病，到什么地方去求医？老和尚这个时候现神通，凡是找到他的，他在野外啊，随便拿一点草、花、树叶，你拿回去都能治病，这个不可思议。啊，很灵验的。中医本草里都没有的，为什么它能治病？啊，这都展现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细心观察，他得三昧，他开悟了，他是以他自己修持的功德加持啊，被加持的人对他有信心，没有怀疑，病这么好的念头一转，病就好了。外面那个什么药的，那是个影子，那不是重要的啊，最重要是念头。现在科学家讲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就这个道理啊。老和尚有这个念力，但是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你不起作用；你对他有信心，他就起作用。啊，那么下下根人叫无逆受，临终遇到善友，教一念佛，生念成功，一生别过。啊，这也不是容易事情。临终能遇到吗？有这个机会机缘吗？太难得了啊！啊，临终遇到佛法，别人一劝就肯听，这个人
虽然这一生没学佛，肯定在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在这一刹那之间他发现得到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他真心真愿真念生念一念都成功啊，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大善根大法大福德这个时候成熟而已啊，有古时候有这种人，现在也有这种人，很少。那么由此可见呢，本经呢广受万类，普被三根之阿切陀要。那我们可以说，海贤老和尚随便念个东西给人治病，那是阿切陀要，那不可思议，它非常有效，能愈万病啊！实实在在讲，佛力加持的，不是佛力加持的，怎么有这种可能？啊，佛力加持老和尚，为什么不加持我们？我也很想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得不到加持？我们跟老和尚的心性细心对照一下就明白了。我们跟他也对照，我们在教里头用的功夫比他强一点，但是真正在落实上呢，我们跟他差距太大了。一句佛号92年不中断，这个时间有几个人？这就是没法子比啊。他真干呢、啊、我们今天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们的万缘放下起来干什么？真干啊！一定要学他的佛号不间断，要学他的万缘放得下，没有贪嗔痴，没有贪心，没有嗔恚。老和尚的学生告诉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对人发过脾气，啊，即使别人侮辱他，他能忍辱，他也不会跟人发脾气。这是修行功夫啊！不贪、不嗔、不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那见思烦恼断了，最低限度的地位是阿罗汉的地位。
啊，何况他不是小乘的，净宗是大乘法啊。那大乘法的时候，他是化身菩萨。啊，下面这一段引经说的本经啊，本经云：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什么遇到，只要你遇到这个经，真的随你的意思，随你所没有不得度。我们接着看下面下文，末法众生。福薄障深这四个字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我们的福真薄我们谈不上真修行，海清海贤真修行。你看他一生住在乡下偏僻啊，农村里的一个小庙，小到不能再小了，在那里住了一辈子，没有福报。啊，障深，在我们身上看到障碍很深。啊，真正修行，第一个是嫉妒的障碍，啊，有意无意障碍你修行。啊，障碍一切善法善事，把你的缘切断。这个事情是利益大众的，他也敢干呢、啊。障碍弘法利生呢，断众生的慧命，果报在无间地狱，他也肯干。果报现前，后悔来不及了。啊，有许多同学来问我，想发心学讲经。讲经有什么好处？你们细心观察，你看我这一辈子，我听老师的话，
老师叫我走讲经教学这条道路。一生流浪啊，我连一个像贤老法师乡下一个小庙我都没有啊，他还有个小庙，我没有啊。他还有100多亩地可以耕种啊，我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几十年在外面流浪，哪个地方请讲经就到哪里去，讲完了就走路。无家可归，啊，那么还不错，那就是有很多人请我讲经，我这个地方讲完了，那个地方就来请了。还有，如果没有人请怎么办？啊，你能有这些缘分吗？啊，我的缘分也很特殊，我觉得我的一生，佛菩萨安排。我自己想不到，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缘。啊，帮助李老师办慈光大专讲座。这个讲座很成功，啊，在台湾的影响很大。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讲座，找我去做总主讲，我在那个讲座讲了4年。一个星期四，星期天，啊，寒暑假呢，在嵩山寺老和尚的庙办办，大概是2个星期、3个星期，啊，他请几个法师，我是其中一个。啊，学生全是大专学生，所以我那个时代认识大专学生不少，他们都听过我的课。这些学生毕业了到国外去留学，啊，学业事业有成，在外国定居，所以我认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他请我去讲经，啊，不是寺庙请我，不是在家居士请我，不是的，这批学生请我，啊，每个地方最长讲1个月，最短3天5天，啊。我有这么多人邀请啊，要没人邀请怎么办？啊，这个缘我相信佛菩萨安排，啊，没中断的。啊，一般出家人到哪里去找这个缘分？啊，你学会了，谁请你讲？这问题可麻烦了。
啊，我们现在在宣传，希望宗教回归教育。回归教育就得办学校啊，那我们学讲经呢就有出路了。我将来到学校去教学，啊，马来西亚我们建一个汉学院，里面教什么？教儒释道。啊，那我们出家人修佛经可以，这里头有六个科目，啊，有儒，有佛，有道。这是汉学啊，斯里兰卡那边建佛教大学我们真正学讲经的有地方教学啊，印尼回教大学积极在筹办汉学院啊，大学是一个汉学院，汉学院也是儒释道啊，出家人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学习啊。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啊，有学位的啊，学士、硕士、博士。那么这个学校毕业出来，拿到学位。可以在一般大学里面教中文，他有个出路啊。怎么有出路怎么办？啊，什么时候宗教真正回归教育了，讲经人才就需要了。讲经的人才有个立足之处，否则的话讲经是人家不要啊。啊，我讲经是台中跟李老师学的，出家之后剃度寺老和尚劝我放弃讲经教学，啊，叫我学着金蝉佛寺，学着这些做法会，叫我搞这些，我不能做。我发心出家不是这个愿望，我的愿望是深入经藏，能把大乘佛法讲清楚讲明白，我是为这个，不是为别的。那么寺庙住了一年，我就不再住不下去了。啊，在台中学经教，住居士的道场，啊，住在慈光图书馆。这是没有出家之前跟李老师结的缘。啊，学成之后多半时间都在国外啊，国外的法缘很殊胜啊，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啊，建一个道场，建一个佛堂
不容易。啊，同学们，请我讲经，给我买一张机票，这个行，他可以做得到，建个道场做不到，在外国外住在同学们家里，啊，道场是临时租借的，因为时间短，啊，最长不超过十天。所以一定的难度啊，这个就是佛钵长身了。看到这一句，无限的感慨。那真正自己念佛成就，行，心愿持名，唯此一名，一门。但心愿持门，持名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今等不退。这真话不是假话。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等平安？啊，居士在家修行。像海贤老和尚这个小庙的三个人这种成就我见过，我听说过，听说是真的不是假的，至少有十几个人啊，所以我相信人生苦短啊，极乐世界真有，往生不难，啊，四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差不多四十多岁，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这个乡镇它叫大树乡，隔壁是将军乡，属于台南的啊，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自在走的，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告诉人就有干扰，人家总是劝你不要走啊，多住几年呢，这是麻烦就来了。啊，这个老太太人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啊，他也不懂佛法，把佛当作神看待。啊，神佛不分。有空就去烧香，拜神拜佛。啊，那么三年前他儿子娶了个媳妇，这个媳妇啊，懂得一点佛教，劝他婆婆不要到处乱拜，啊，家里给他设个小佛堂，
供养西方三圣，叫他劝他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把极乐世界好处讲给他听。这个婆婆听懂了，完全接受了，哪里都不去了，就在家里头拜佛念佛3年。啊，走的这一天没说，这就是智慧定功。啊，晚上走的，吃晚饭的时候，啊，儿子媳妇很孝顺，他给他们说：“说我要洗个澡，你们先吃饭，不要等我。”啊，他是真的洗澡了，换了衣服了，等了很久都没出来。啊，叫他没人答应，到他房间看看，他确实换了衣服，然后再看小佛堂。他穿着海青站在佛像的面前，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没告诉任何人。那我是这个老太太的邻居，他亲眼看到的。啊，邻居这一个这个人在佛光山做工，啊，佛光山的长工，他把他自己看到这种事情说给我们听，告诉我们。我们听了很受感动啊！啊，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啊！亲眼看的，真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老太太走得非常安详。啊，3年就成功了。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一半以上都是3年。那么是不是他们3年的寿命都到了？这讲不通啊。我早年在台北讲经，啊，住在函馆南家里头，住了17年了。如果没有他们家的护持，我这条路就走不通，死路一条。啊，那时候就是2条路，一个放弃讲经了，去做金蝉佛寺，这寺庙里欢迎；第二个还俗。走到这个三岔路口，啊，韩馆长跟他的先生是我的听众，我把我的困难讲给他听。他夫妻两个仗义护持，啊，他家里正好有一个空房间，是一个小佛堂，啊，替我找地方，找讲堂，替我找听众，听众人数不太多，
三五个、十几个都可以，只要讲经不中断。就能学得出来啊！他帮助我这个事情，我们在一起合作三十年，前面十七年住他家里，后面十三年我们有一个小的图书馆啊，还没有这一栋大楼大，小图书馆在金门。福薄长身的，一点都不假啊！我还是三宝护持，有这些缘分啊，没有完全退行。啊，一直到现在香港回归，在回归之前，我是每一年一定到这边来讲经一个月。啊，那个是在澳洲也是一个月。啊，新加坡这些地方讲经。这事是今天讲经难啊，讲经没出路啊，没有收入啊，金蝉佛寺有收入啊，没有人欢迎你，见面都很客气啊，香港地方小，没有办法接待居住，很困难啊，辛辛苦苦到处奔波几十年啊，到现在才有个小地方，我就不想走了，不想动，年岁大了，国际上的活动统统停止了啊，所有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讲经我们用这个小小的摄影棚，用网络，用电视啊，跟各地方的同修道友，他们在这个时候打开频道，我们在一起分享啊，我们期望真正有发心办学，我们欢喜赞叹啊，我们也全心全力帮助。大学建成了，我去教一门功课，就是教无量寿经啊，我其他的经教统统放下，一部经一句佛号。我采取的本子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这个本子李老师亲手给我的我有义务有使命弘扬这个本子啊，跟大家介绍这个本子，
黄念祖老居士见面之后，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他这个注解第一本给我的，我有使命把它发扬光大。啊，即现在我讲经听众不在面前，在电脑面前，在电视机面前，我知道有许多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天天见面，啊，所以我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跟他一份文字资料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确实我们学经一辈，学了一辈子，他给我们做了个总结，他把我们所讲的全部落实了，何学何用？啊，所以他虽然不认识字，我们把这个经本念给他听，他完全理解，他没有丝毫障碍。啊，这个人是我们的榜样，这个人的示现让我们对经宗法门、对信愿之名往生净土完全肯定的认可了，再没有丝毫怀疑了。啊，那我们要做的要跟他一样，万缘放下，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口里面只有一句佛号，啊，尽可能的少说话，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就明妙心菩萨教给我。啊，但信，但信愿持名，功超累积，往生极乐，今生不退。来佛寺，三位菩萨了，海清海贤还要加他的妈妈了。那妈妈不是普通人呐，往生之前还亲自下厨房包饺子给大家吃，吃完饭之后了，坐在椅子上一盘腿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啊，八年之后，海贤老和尚是个孝子，啊，当时环境非常艰难，啊，很简单的埋葬，总觉得对不起母亲。现在环境好了，想给他改葬，墓穴一挖开，一看人不见了。
啊，棺材里头只有钉棺材的几个钉子在里头，人不见了。来福不是二圣，三圣呢、啊？妈妈虽然没有出家，修行的功夫出家人都比不上啊。啊，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我们还能不信吗？啊，今天真的要没有这样微妙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而得平安？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看到这个碟片，看到这个文字报道，能不动心吗？能没有感动吗？啊，真正有感动就有行为，有行动，我真干了。啊，万缘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是我们眼前第一桩大事。啊，自己跟自己要限定时间，啊，多久呢？我相信一年足够了。啊，这一年当中，有一个愿求，就是求见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说得很好，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见到佛心就定了，没见到佛心不定，见到佛心就定了。啊，见到佛要真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还有寿命，可以要求佛，我寿命不要了，我提前走。啊，佛很慈悲，这样的人很多，非常非常多。啊，都是见佛舍寿，提前往生。啊，我们能做得到。那么留在世间，那就像海鲜老和尚，佛叫他留的，留来干什么？表法，做榜样给念佛人看。啊，不是这桩事情，没有其他的理由。不是啊，没有理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